好，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可以，我觉得看起来十分 O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袁唐。大巴尖山一直是我所向往的大山之一。这一次，袁唐将带着观众一起踏上这条不简单的壮阔路线，就跟着我的脚步，一起见证500元钞票上的圣山吧。各位，跨入这个闸口之后，就是连续的林道。据说这个林道呢，非常的长，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思考人生的一个时机。要探访大坝尖山，起点就是从观雾的大坝尖山登山服务站开始，穿越整个大陆林道东线，大约20公里左右。其实原先这里是可以通车的，然而大概在民国93年艾丽台风过后，这条路线经评估地质脆弱，需多年修复，于是就一直封闭至今。而这20K 平缓的路程，仿佛就成了来往大坝尖山前的朝圣仪式了。各位，这次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。我想告诉大家，就是如果你在爬山的时候准备一副太阳眼镜也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一点呢，太阳眼镜它其实能有效的保护你的眼镜，因为在山上啊，其实阳光紫外线它是比较强烈的。戴了太阳眼镜的话，会让你的眼睛得到更好的保护。那我这次其实，我们是带了2款不同的太阳眼镜。我这一款的话，它是比较运动风，那强调的是一种高对比的效果。等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高对比效果，它给我的感觉跟差异。然后这次的话，另外一款是就是走一个比较时尚，就是说你在运动的同时也要兼顾时尚，对吧？是。他自己说，是有寒心的感觉。OK， 我们继续前进。这是一条漫漫长路，只有实际走过才会知道它的痛苦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走了很远，结果一看才发现根本不到一半的距离。于是受不了的我们，干脆跑了起来。Go！如果说近20K 的林道是身心灵的考验，那击溃它最好的方法就是苦中作乐，自寻乐趣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既然不能改变，何不尝试接受？开心就奔跑，累了就耍废，大陆林道什么的都是浮云。跑着跑着，不知不觉我们就来到了位于14.5K 处的东线瀑布。走到这边也意味着漫长的林道已完成2/3，也是时候让大家卸下装备，好好休息一下了。有着涓涓流水的东线瀑布是林道上重要的景点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瀑布可是充满满满负离子的好地方。我们怎么样也要在瀑布旁边好好吸收一些都市所没有的负离子吧。下来了，卸下重装，一群人坐在瀑布旁，享用着美味的午餐。瀑布凉爽的水汽，隐约中伴随着食物的香味。谁说在山上就吃的寒酸？我们的午餐绝不马虎，现煎的牛排每一口都是幸福的滋味。香肠配上吐司，这诡异的组合连女神懒懒都为之疯狂。然而俗话说得好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这天堂般的享受，原来是接下来地狱的序曲。我们现在吃完午餐了，然后时间已经来到1点多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回去了，回去桥上了。然后这是我们等一下的路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，就是算是一个岔路口。那往左边的话，就是马达拉西登山口。这边有个捷径，可以扫至少2公里的林道。那因为我们现在时间上面其实有点小紧迫，所以我们可能会采取走林道的方式。那林道就是从这边下切下去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下切 ，Go， 走吧。各位，我们现在要下切捷径。我最怕这种捷径了耶。哎、欸，这个捷径整个都是攀绳。你们都不觉得滑吗？不会啊。
人生就是要一些这样的挑战。什么样的挑战？才会成长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在大坝尖山的这个废弃公寮这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从登山口上去大概4公里，它估计是要差不多3小时左右就会到九九山庄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这个九九山庄大坝尖山，然后我们现在要通过这个小小的桥梁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开始4K 陡上的路程，就是在这个森林间，大概就是要翻越这个山头吧，然后就可以到九九山庄了。这也是第一天行程的最后一个挑战，那到了我们就可以好好休息。大家体力也是经过前面的平路24K， 那也是耗了不少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才 1.6K， 我们还有 4K， 大概6点多才会到九九山庄。一，还有一半，加油！好，我们已经走了一半。你说你们两个刚刚怎么了？有点像用到一些催眠药，然后就很像那个开雪隧的感觉。好，现在才走到一半。2.1K， 然后呢，我已经接近爆胎的状态了，所以我完全无法负重我的7公斤。那我现在那7公斤的重量就加在后面这个人上面，它整个很给力 ，carry 起来。虽然我刚刚有感觉到一丝丝的愧疚以及骨气的部分，但好险我很有自制力，一下就烟灰云灭。你看。但还好，刚刚袁堂讲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，他说没有所谓的没用。袁堂负重2个背包的样子。我们要赶快赶路到九九山庄。哇，很 man 哎，真男人。各位看到了吗？九九山庄剩下 1.2K， 然后我后面还有3个队友，然后其中一个背不动，7公斤现在加到我身上，所以我现在是30公斤。那我准备走最后1公里，希望我可以顺利完成。Go！ 现在全身上下装备只剩下一台 GoPro， 剩下的都在袁堂身上。丧心病狂的石瀑路。我觉得爬山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每一次在过程中都累得跟狗一样，然后觉得很痛苦，常常很厌世，想说我何苦不在家睡觉。可是很奇怪，每一次到山上看到那个美景的时候，那些疲累感就完全消失了。然后下一次朋友在揪的时候，一样前仆后继，白月一座接一座，这就是山，爬山最迷人的地方。各位，我现在在3.2K 处休息，太累，因为这边又开始陡上了，太感动了，30公斤，我走完最后的2K 了，现在已经4K， 应该剩200公尺就会到九九了，希望啊。不要骗我，拜托，我好累，我到了。各位，我到九九山庄了，啊，终于，干，完成了，看到吗？九九，干。终于到九九山庄，位于海拔2699公尺，所以又称九九山庄，是全台湾高山中容量最大、设备最完善的山庄。
原本是以前各部落头目以及长老要到大坝朝圣时聚会的地方，后来因为成为热门的登山路线而逐渐演变成今日的规模。我们成功的赶在夜幕降临前抵达山庄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把入山呢交给庄主。庄主也详尽的跟我们介绍周遭的环境，而之后我们吃着晚餐，整顿疲惫的身心，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挑战。各位，现在时间是1:50。然后我们2点要吃饭，所以现在就来这边准备要吃我们的早餐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就是从九九山庄准备要出发前往大坝尖山了。时间现在大概在3点左右吧，3点多。对，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可以到那个中坝的一个平台、喔、那边可以拍到大坝尖山，希望可以拍到很棒的大景。那我们就出发吧 ，Go！ 走吧。经过一晚的休息。在前往大坝的路上，大家的体力累吗？也恢复了不少。不会累哦。今晚的夜空格外清晰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台湾西部城市里的折折灯火。我现在在5:02处，然后时间是3:59。目前还不知道敢不敢上在日出之前看到那个尖山的头，尖山头。对，好，我们加油，出发。阳光随着我们一步一步的迈进，逐渐从山峦后方升起，远处山的轮廓及阴影更显朦胧且静谧。各位，我们现在5:10，然后整个天都已经日出出来了。那我们现在最慢，但是你可以看到远处的大坝已经展现出来了，真的是非常开心。想当年我从雪山第一次百岳的时候。那时候在看一些登山宣导影片的时候，就有看到大坝尖山，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我一辈子一定要来一次的地方。如今已经近在眼前了。我们现在呢，持续的前往这个中坝的那个平台，然后那边就是经典的500元钞票一模一样的角度，但要上到那前面的时候，沿路就是一连串的陡上。有人说，当你看见目标时，距离也不远了。然而，当累积2天的疲惫感堆积到最高点时，放弃的念头总是会徘徊在你最脆弱的时刻。而此时，也只有你自己能与自己的心魔打仗了。我现在在缓慢的前进中，然而他现在正在经历他人生的关卡。冷又冷又累，很想放弃，但我们至少鼓励他走到大坝，至少他跟人家讲说他来大小坝，总不能说我没看到大小坝，没有碰到大小坝就回去，至少大小坝有。那什么加利伊哲，他讲了其他人也不知道，但大小坝是一定要，所以我们要就慢慢的陪他走过去。好冷哎。OK， 走，各位，我在这路牌这边，他写呢，往大坝尖山还有 2.5K， 但是呢，这边整体来说已经呈现一个平原的景观了，所以你看是一个开阔的。那我们就继续的慢慢的前进。哇，看得到龟山岛哎，太狂了吧！龟山岛哎。好狂，酷！冲大山路，那我们就继续前进。这段有点落石，要快速通过。这跟我在奇莱竹北走的时候感觉蛮像的，很多这种碎石坡。哇，又是陡上，
哦，通过中霸山屋，再经过一小段陡上，我们便抵达著名的中霸坪。各位，我到了。大坝，我们大坝，我终于到了，耶、yeah ！中霸坪是观赏大小坝最经典的位置，来到这里不准备一张500元大钞是绝对不行的。从这里看过去，你可以完全的感受到大霸尖山的雄伟与壮阔，而小霸尖山在旁边也与其相互辉映。在塞夏族的神话里，相传在大洪水时期，有一男一女因为避居大坝才得以存活，而其他部族也有关于巨石分裂出一对男女的猎石传说或圣石传说。而无论这些神话故事是真实或是虚构，不可否认的是，看到这幅美景，没有人不为之惊叹。嗨，大家，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这个大坝尖山，这边是中坝的，这个叫中坝坪。好像是一个，就是可以观赏到大坝尖山的地方。哎，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大坝跟小坝。那我这次呢，戴这个太阳眼镜其实也还不错。Fight 的它的这个 Urban 的这次太阳镜，我觉得它有一个特点非常的重要，就是这个太阳眼镜呢，它高对比的效果会让你在看路径的时候特别清楚。因为他们家原本是做那个雪镜，那雪镜就是很讲求说，我一定要让这个对比出来，然后呢再一片白白的白雪中，我可以看到路径。那他现在做到太阳镜的话，我觉得非常适合登山，因为在登山上面的话，你在看路径的时候会显得蛮清晰的。元堂这次跟 Vite 合作，分别带上 Urban 系列以及主打休闲的 Luna 系列，其中符合东方人脸型设计以及记忆金属调节镜脚，是我觉得非常贴心的设计。而随着太阳逐渐变强，我们也动身前往大坝尖山的坝基，准备亲临现场，感受大坝的震撼。各位，我们现在要下切到大坝基底，就是我们要大坝尖山的下面。这座山真的不夸张，超漂亮的，就很壮观的感觉。它好像也是一个原住民的圣山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终于到达大坝尖山了。这里呢是3492公尺，可以看到这大坝尖山非常的巨大，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大。然后我觉得这边目前呢，它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场景，它会用这个铁栏围住大家，以防大家可能摔下去啊或什么的。那我早年第一坐百岳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看大坝尖山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一个大哥就跟我说，他们很早以前是可以爬上去的，可是现在因为安全的因素什么的，就没有办法再攻顶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去小坝尖山看看。喂，大坝尖山海拔3492公尺，百岳排名第27名。大坝尖山的霸气让我们肃然起敬。而在泰雅族语中，大坝尖山又称爸爸瓦嘎。爸爸是泰雅族语中耳朵的意思，而爸爸瓦嘎则有倾听的耳朵之意。在族人的眼中，大小坝就像两只指向天际的耳朵，倾听着祖灵的神谕。大坝尖山以其高耸雄伟，成为泰雅和塞夏的圣山。而如今我们走在圣山的脚下，每一步皆是感动，人们在此倾听祖灵的细语。而千百年来，这座山又看尽了多少人们的希求。物换星移，生离死别，不变的依旧是大坝尖山那静静的倾听。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岔路口，然后卸一下装备，然后准备轻装去上小坝。今天真的是一个超级大景的天，整个蓝天白云，哇！然后还有整个大坝的背后，但看起来真的是也是很帅气。各位，我们现在要准备去小坝，可是路上很多人都说很困难，所以已经有两个伙伴他们决定放弃了。那我其实还是蛮想去，可是我现在就是有一点高山反应，就我头现在有点痛。
所以我就是想说休息一下，看一下状况，准备要来挑战小霸，希望我们可以顺利的完成。我已经看到了，它上面就是一些有攀绳的地方，这个感觉大概是短板的奇艾竹北，有一点高山反应。那我现在要挑战小霸尖山了，然后就有他们都是红大霸走过来，看到没？绳索，绳索就在旁边啊。我现在要上攀了。其实绳子这种东西，它只是一个辅助而已，也不要太依赖它。哇，各位，这边就是悬崖，一定要小心。可以看到，整个下去，拜拜。上来，不拉绳。好像快到了。嗨，到了，到小霸，3418，完成挑战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小霸尖山了，现在海拔是3418公尺，然后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好，环顾四周。整个台湾东岸到西岸都看得非常的清楚，但我觉得这边难度其实它是有一点小难度，但是也没有到真的说很困难，就是注意一点小心，小心安全就上得来了。OK， 小霸尖山海拔3418公尺，百岳排名第36名。这里的地形较为险峻，悬崖与绝壁，像是古时候武林高手登顶修炼的所在。这里的展望极佳，环顾四周是360度的美景伺候。而抵达这里，我们这次的任务也算是圆满完成了。接下来等着我们的，就只剩下回家的漫漫长路了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吃完午餐，离开小霸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接下来就算是比较没有那么压力了，因为重点的行程我们已经走完了。我们穿越完大坝之后，我们就要前往那个伊泽跟嘉利山。其实说来幸运，我们在大小坝待了好久好久，只为了拍摄记录更多画面带给各位观众。然而当我们离开之际，天色就这样忽然说变就变，大坝一瞬间就淹没于云雾之中。事后想想，也许是祖灵听到了我们的愿望吧，才给我们一个如此大景的拍摄。我们现在要前往伊泽山，500公尺而已，就可以捡一座白月 ，CP 值真的很高。再上去啊，看会不会到。3297公尺，他都得到。耶！伊泽山，阿路。好，我直接叫。好棒！各位，我们刚从伊泽山下来，然后继续回99，然后在回程的路上再去捡一下。那个嘉利山，然后时间一到下午，你看大小霸他们就开始会起雾了。这边的天气其实就是这样，我们早上那算是天气非常好的状况，运气很好了。这样都可以被你追上来，我不是早走你们1公里吗？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走到了差不多4点多，终于来到了这个往嘉利山的这个岔路口。但是经过评估呢，我们前面拍摄的时间花费太久了，拍了大坝、小坝，拍了很多很棒的素材，可是也因此拖到了时间。然后我自己的脚啊，同伴的脚啊，大家都不是很舒服，所以我想要在这边顺便跟大家强调一个观念，就是山一直都在。如果你评估，无论是你的队友还是
大家的这个体能上面有一些问题，或是体能上有一些疑虑的话，我会建议不要为了去好像人家说大小霸 CP 值很高一定要摘四座，可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些旅程嘛，所以不用为了说一定要啊大家都四座我少一座我就一定要去，那说不定你上去了下不来造成更多的困扰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。虽然我们都很想要爬嘉义山，很可惜就这一次三座百岳都拿到，就是嘉义山没有办法上去看一看，然后留个影。好，继续加油，我的队友他们来了，我等他们来了之后，我们垫后之后，我就一路压队带他们到九九山庄，继续前进吧 ，Go。撤退是每个登山人都要学习的课题，撤退的理由有千万种。如果我们当下的体能不足，放弃并不可耻。我陪着脚爆掉的冉冉一路走回山庄，而回到山庄后，我们帮他按摩，希望他明天能顺利熬过漫长的大陆林道。现在离开九九山庄了，时间五点半是不是？好。然而，终究冉冉的脚依旧是不行。于是下山的路上就换阿灿扛起冉冉的背包，我们两个试图用奔跑的下山，无奈漫漫长路，最后我还是决定让阿灿先走，我则压后陪着冉冉一步一步缓慢前进。我们从大概五点半出发，现在十点，我们终于走完4K 的陡下，我觉得必须要给我们冉冉一个掌声，因为他在脚爆掉的状态下，靠着自己的力量，他依然坚持的走下山。来，你跟镜头说说话。我真的不可置信，我昨天是怎么上山的？这个四 K 真的超陡，然后我刚下来的时候，等于只有就是三，就是加两个登山杖，然后加右脚，所以我就有三个脚的感觉。对，我这样左脚直接是这种拖着，很棒，真的很棒。其实真正让我感动的是冉冉面对困境的态度。都说人在最艰困的时候才会展露真正的性格，有人变得自私，有人变得怨天尤人，而这无止境的大陆林道却揭露出两个乐天但却几近崩溃的小疯子。拍到了，有一只乌龟，很 real， 很 real。各位，我们就是烂，我就烂。各位观众。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些舒压的仪式。好嘞！就这样，在下山的过程中，我跟掰咖的冉冉面对着永无止境的大陆林道，从正常走到崩溃。正所谓世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看着冉冉跛脚的步伐，却又面带微笑。谁又知道他当时的脚正让他经历多大的痛苦？我说，这像极了爱情。大霸尖山的美丽是有代价的，当你踏上这条圣山之路，你就注定义无反顾地爱上它，为此一切甘之如饴。我是元堂，这是我在大霸尖山的故事。那下一次元堂又要混哪里呢？下山了，真的好棒哦！我有蛮喜欢的，很感谢，我要谢谢观众，谢谢大家支持我们，我们炸小霸完成了，耶、yeah. yeah.发表感言。
脚底板跟膝盖差不多痛，对，但是戴上这个太阳眼镜之后，哦腰，整个巨星起来了吗？哇 ，Can walk， 我靠，脚完全不痛，哎、欸，怎么那么轻松？超轻松哎，超级效果加成哎、欸。这装备的部分，这每个好的装备，每个人都要有一副。明星起来，明星起来，什么都不痛了。啊，那你说一下，你戴这个太阳眼镜，比如说像现在在阴影的状态啊，你看东西会觉得太看不清楚或怎样吗？完全不会看不清楚啊，而且我觉得我觉得它反而更清楚哎、欸，就是因为它高对比，对，就像我现在在看的每一个落叶啊，其实都蛮明显的。我是袁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袁唐混哪里？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